就我们两个先到了吧？哇，这个料啊，是这样。哇，这个料你们，哦，超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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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沙姜，糖来口汤啊，肉少点，汤多点，肉少点，汤多点。饱和，啊，好健康啊，暖男啊，对呀。 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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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不好，哥哥？好喝。喝了我的汤就是我的人。喝了你的汤，就是你的人了。嗯，你是不是做汤拉拢人心的，大哥？没有啊，我想拉拢对手啊，队友啊，你是不是做汤有这个目的？请考虑一下我。了解。他说一下。第一次选就有胡夏，很重要一点，因为一个团体的一个 vocal 很重要。他的演唱功底是最扎实的。叫什么？首先，第一个跳的就是我的室友胡夏，心里面还是挺纠结的。胡夏如果真的没有选我怎么办？我都变成干尸，就躺在那里，没别的意思。哇！你是哎，等一下，这圈给我看的吗？ 哎，自己体会吧，别讲那么明，很多话讲明白就没有意思了。我老觉得我要是都撩的话，好像也不太好，所以我就撩了那么一个。我再，稍微的主动一点表达一下我的意愿。房间里没有别人了，就我们两个了。哎哎哎！我认为，我不可以再等了，我要对你表白，我要跟你一对。就等他考虑，我很尊重他的决定。 我首选你，第二你要不要我，我就问问李文翰。反让我阐述完了，明白？我懂，好吧。让我很纠结。昭敏是一个很好的人选，可是这个时候有大东哥，还有小东哥。我首选你，我到底要选谁？到底要选谁？到底要选谁？哥，你要选谁？啊？你要选谁？对，我说我首选是他这种风格的。嗯。 我要去跟卡斯伯说，我想进你的队伍，他一定会接受我的。不用看他，我放孩子出去四处去玩。我不管放他去哪里，去哪个屋，去找哪个哥哥，他最后终究还是会回到我的身边的。哎呀。 所以说我这个东西我一点不担心的，不用担心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